其實功夫咧，對我嚟講咧，好緊要一樣嘢就係一個溝通嘅方式，同一個人 好 honest 好直接去溝通自己嘅諗法，不過唔係用口，係用手。因為我喺嗰刻我唔可以唔真，我真係要好老實去表達自己，我越直接越老實，就自己越容易講到自己嘅 point 出嚟，係用隻手。好，停。 所以經過今次同唔同樣嘅師傅啊，唔同嘅徒弟去比試啊，去練習咧，其實我都同呢班朋友嘅關係。